하나 둘 셋입니다. 안녕하세요, 스스. 안녕하세요 여러분. 저는 한국인 마카오 권이라고 합니다. 잘 부탁드립니다. 今天我跟斯光我爸一起会拍江华岛一日游。那我们现在要去搭陆地，陆地是什么呢？不知道啊。雪橇吗？好像就是这个东西。反正就是这个东西。拜拜。哇，这还能这样？嗯。 오빠 괜찮아요? 아빠 죽을 것 같아. 아 진짜 이게 뭐야. 아 너무 웃기지. Hello, 大家有看我后面这个观景台吗？它下面是咖啡厅，搭完那个雪橇，不是雪橇，这边没有雪，就是那个到那个敲的时候呢，就可以来这边喝咖啡放松啦。 这边的设计是呢一整圈的概念，刚刚我拍外观给大家看，然后这边整个一圈呢，然后360度都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色，是不是很棒？这就是我们刚刚搭陆地的地方，你看他们就这样，这边还有就是。 打卡拍照的地方，现在天气真的是太好了。这边就是连锁店咖啡，配上非常非常漂亮的景。这边呢真的是景很漂亮，这边真的很推荐来，因为爷爷奶奶不敢坐那个陆地的话呢，就是可以搭游览车上来，然后看看风景，喝喝咖啡，然后再搭游览车下去，然后像。 年轻人啊，小朋友啊，都很适合搭，就是我刚才搭的那个路线。陆地他们就是有分两个赛道，大概一圈大概是7分钟左右，就是真的真的是蛮好玩的，是很推荐大家来的地方。嗨，现在是11:30，现在是吃饭时间，大家都会在这边吃饭，或者是在里面的餐厅吃饭。现在来到餐厅外面，那这边的选择有非常非常的多。 好，大家就跟我一起去吧。육개장 자체를 모르는 사람이 많은데 어떻게 또 뭘 먹을래 하면 일반적으로 돈가스, 대만도 뭐 이거 떡볶이. 팔아요. 아 대만도 팔아요. 어 대만도 팔아요. 육개장是那牛肉汤。 一般的food court的味道比较差嘛，但是我觉得这里还不错，对吧？嗯。이거 한국어로 어떻게 말해요? 어떤 거? 이거. 이거? 어. 이거 나도 잘 모르겠는데 검은 콩 그냥? 검은 콩? 검은 콩? 검은 콩. 但是我在外国没见过。 대만 있어요? 아 不是, 有这样的做法。 대만 있는데. 아 있어? 내가 안 먹어봤어 근데. 台湾怎么叫? 黑豆。 黑豆，那就是一样吧。黑豆、同工一样的。那个好像是蚕蛹，我不敢吃。不敢吃啊？现在第二站我们来到船灯是从灯找吧，怎样？也有买一些小东西。我们韩国에서 불교 믿는 사람이 많아요? 한국은 그쵸 불교 믿는 사람이 제일 많고 그다음 기독교 그다음 천주교 불교가 비율이 아마
그 모든 종교 중에 100%로 치면 한 50%는 넘을걸요? 아~ 50%? 그럼 오빠는요? 역시 기독교. 그럼 교회도 다녀요? 교회는 안 다니는 기독교. 아~ 就是很适合 带爷爷奶奶啊 来修身养性的地方嘛 就是可以来这边走走路啊 你看这边还有 僧人 厉害吧 Hello 现在第二站来到 传灯寺传灯寺呢在高句丽王朝时建立了偷看小抄在高丽时期呢 它是被视为就是祈祷皇室幸福的 一种象征，它在后面的时期呢有被大火被烧毁，然后在1621年的时候再重新建立的。然后它是佛教，就是台湾人很多信仰佛教嘛，台湾的人啊来这边的话可以来这边走走路、散散步啊，亲近大自然。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来咯。 就是保留一些历史文物的地方啊，这边有写啊，虽然没有中文，帮大家讲解一下那。 第三站来到高丽宫址，好，高丽宫址吗？哦，应该是吧。这边是以前高丽王朝为了躲避蒙古入侵，然后他们是从 开庆，然后迁至到江华来的。这边除了是王宫遗址之外，还在那个朝鲜王朝时被当做地方政府，是高丽朝鲜时期人们克服民族痛苦时期的历史遗迹。对历史文化、韩国历史文化有兴趣的人就可以来看一看。 喜欢史剧的、历史剧的人都可以来这边参观一下。刚刚我们是来了这边，现在呢，我们现在在这里，然后要去那个上面这个松宫和扛花松岛，一直往这里走。 第四站来到江华圣堂，韩国圣宫会最早在江华建立的一个圣，那它有韩国圣宫会最古老的历史，是现在是最古老最古老的韩屋教堂建筑。那你看一下外观，它虽然是个教堂，保留就是韩国传统韩屋的样子，它里面的那个结构跟装潢呢，却是大教堂式的建筑。那等一下我会带大家进去看一下。 这个十字架嘛，就是以前英国人来啊，就是为了传教，所以他们就在江华这边建立一个这样的地方。这边的 view 也是相当好，这边就是感觉有一种很农村生活的感觉。就是江华岛其实是一个蛮多有历史文化古迹的地方，就是大家来韩国的话，除了 shopping 啊、购物啊、看演唱会啊、追星之外，也可以来就是参观一下这些。 关于历史文化的东西，可能更了解韩国这个国家。我们刚刚去的火流孔子，介绍了这里天主教的地方。韩国人就真的很会这种很可爱的东西。
纺织呢成立于1933，是韩国第一家也是最大的纺织产业，然后它引领着韩国的纺织技术成长。那在2018年的时候，改造成作为就是艺术像 gallery， 然后还有咖啡馆这样的形式继续营业。很难得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就是原本是纺织厂，然后变成有历史文化意义的咖啡厅。大家看一下，这边就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一个园区。像我就很喜欢逛什么华山文创园区、松山文创园区。那我觉得来韩国啊，就是也可以来一下这个园区，就是他们都保留得很好，而且我觉得他们都摆得蛮有设计感的。太美了。Hello， 大家好，这边就是咖啡厅的里面啦。那我现在身后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大家 Instagram SNS 最爱最爱打卡的地方啦、啊。那如果大家以后有机会来的话呢，就可以在这边站着打卡了。这是一个松拿铁，松拿铁中文怎么说？素，反正是一个绿色的，比较苦的，一般年轻人不喜欢的，像我老人喜欢的。低动感不败呀！啊，맞아，우리가低动感이低动感，진짜내가33인데여긴21살와미쳤지미쳤어低动感이랑지금커피를마시고있습니다제가와그래도내액면가가3000원아니잖아맞아요Hello， 大家好，我现在来到永宗岛的 M Wave 的咖啡厅。那今天就是加码来到这间咖啡厅，真的很漂亮，尤其现在是日落时分。虽然就是跟华岛有点距离，大概一个小时，但是这边真的很漂亮，大家很多情侣啊，带家人都会来这边。哇，超美！여기봐봐요，진짜너무이쁜것같아너무이뻐요그쵸우리같이嗨还好抓好就是刚好这个时间来是8:50如果到暑假的话有机会来到永宗岛的话呢那就可以抓紧这个时间来的真的很漂亮，而且看一下，这是最顶楼，都是人。还好我们抢了一个好位置，而且他们的饮料超漂亮的啊，是不是超漂亮的、啊？就是很有质感。我点的是 Hagi 什么的，反正是他们店的特别的东西吧，好像上面是什么 cream 什么的，就是黄昏的时候很适合来休息的地方。这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站，对，但是最后一站呢，来到了永宗岛的咖啡。最后说中文吧，因为现在对大家都是能听得到，对，有点尴尬。那这次我把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是。今天去的地方都不错，有历史的地方，有文化的地方，有这样的特色的咖啡厅。今天我们去的咖啡厅比较多嘛？对啊。我觉得来到这个康瓦多，
直去咖啡厅也是真的值得一来。刚才来到这里看到那个怎么说，像嘛，红美，还有刚才那个秋阳黄，我也很喜欢那个秋阳黄。这样的咖啡在世界上应该就是很难找到，而且它里面弄得很有美感。对，印刷的话一定要去。对，如果要成为印刷的话，就一定要去哦。那今天就到这里啦，谢谢我爸陪我一起拍摄。去看他的频道。我的 YouTube 名字叫马靠棍，因为我澳门生活过的哦。他的影片也是多看一下，订阅点赞，开启小铃铛，还有追踪我的频道，还有追踪我的 Instagram， 还有追踪我爸的 Instagram。那我们下次影片见啦，拜拜。拜拜。